然后他跟你老公讲说，就你现在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你觉得你们会让他你老公去吗？他是我老公的天菜哎，那就等于是说我就算现在把他人留下来，叫他硬不跟我离婚，他的心还是在那个人的身上啊。恭喜39岁果冻姐姐杨晨曦当妈了。你现在已经有老公，然后跟你结婚，那但是有一个像林志玲的天才出现，然后他跟你老公讲说，就你现在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你觉得你们会让他你老公去吗？要是我的话，我会哦、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够爱他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老公的天菜哎，那就等于是说我就算现在把他人留下来，叫他硬不跟我离婚，他的心还是在那个人的身上啊。他会一直想说，天哪、啊，我想跟林志玲在一起，可是我现在又 有这个老婆，我的时候想着他，好像是一个累赘。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那如果只是把人留下来，然后像是一个行尸走肉般的话，没有他的心，我就会让他去。哦，你不让他有遗憾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我会觉得说，对我来说好像也是一个肯定，因为我好像跟林志玲使用过同一个东西。我们是那个等级的，表姐妹。对、啊，这样好像你自己地位变高了。就是对我们 level 原来是一样的、喔。其实这样蛮厉害的。但如果是一个很丑不拉几的人要跟我老公在一起，我老公去了，我是生气哦、喔。我就想说，哈，小优。都是小优，我是丑不拉几，你举一个太丑不拉几的了。他说小优是我的女神，他小优现在在追我，我要跟他，我可以跟他走吗？对，那我会走谁？同样，如果是发生在你的状况，你也希望就是先生放你走就对了，放我走，而且我不会亏待他的。什么意思？谁？我。你不会，我不会亏待他，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会给他一笔钱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会好好善待他，因为其实现代人很多人不离婚，他们明明就不爱对方了，但是不愿意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财产可能处理不好嘛，然后不想要分手。但是我觉得我能让我跟我天才在一起，那我也会好好成全你，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，对啊，没办法给你幸福，我给你舒服。对啊，我可以那个没办法给你一次，我再给你一次，这样子。对啦，但是说俗气一点的话，我有房子嘛，那我就可以给他一栋我的房子啊。哦，对啊，了解。但就是 ，baby， 你有考虑过我吗？要不要在一起？你谁啊？我自己跟得起啊。就是保证不会那个让你人财两失啦，對對對對，一定会有一个啦。不要你去外面说闲话說，说你看晨曦跟谁跑了、啊，然后他什么都没有留给我这样。因为我会促膝长谈，跟他分析这些东西。该不会助理自己跑去试镜吧？真的有这样的人，就是真的就是带我去试一个广告镜的时候，就是 casting 他就会叫我试戏嘛。比如说那个戏就是你要喝到一杯咖啡，然后你觉得哇，好香醇，很浓，很好喝的感觉。然后他在旁边呢，他就一直打断我，就是他会说咔咔咔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嘴角你不要这么快就一下子交戏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说你不要一下子就已经笑开来了，你要先微笑15度，再30度，然后你要想象说哇，你现在是在一片蓝天白云之下喝的那个咖啡的感觉。导演过世了吗？导演。Casting 就也是很傻眼，过世根本就想说怎么他一直突然打断，然后很会，然后他就一直讲个不停，他就说我是什么什么戏剧系毕业的，跟你讲我这个很会，我毕展的时候还是导演。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好好好。他说，哎，反正这样不行啦，层次要出来层次。我就想说，你在外人的面前讲自己的艺人，这是大忌啊！真的，我就觉得这是最基本的，因为好像就已经在厂商面前打枪你自己的产品的感觉，谁要用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不是他最夸张的，他到后来受不了了，因为 casting 就说，哎，那你好像感觉经验很丰富，要不要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男生的角色，你要不要就是来试试？哇，他得逞了 ，casting 这是有一点反讽的感觉，对啊，是哦，他。听不出来，他觉得是他演的真的很好，他就他说好 OK 啊，然
然后就他就自己去写板子，然后拿着在那边拍照，然后开始自己试戏啊。我就想说，我们就在那边等他哎，因为他那天带了公司好几个艺人一起去，然后就我们全部都在那边傻眼，然后等他一个人就是试完这个戏。这种都最后一次遇不在酒。